勤奋，不是专业课不及格吗？对，怎么拉得这么好？还有那个指挥，他不是学钢琴的吗？对啊，怎么会指挥得这么好？厉害啊！我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可不是指挥系的，他是钢琴系的，叫李真言。这样一搞，大家都不会给正能量。